吃啥不多了吧？金子，嗯，干啥呀？这是啥意思？今天晚上啊，我说两件重要的事儿。这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我把小城故事多公司卖了，咱们发财了。哟，我去！第二件事儿，我和黄金耀重新出道公司，咱们接着干，来，干杯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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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必须得喝一个。 这发财了，叫论功行赏。本来这些钱应该让黄桃打到你们每个人的个人账户，但是我说不行，这些钱是咱们流血流汗拼出来的，所以不应该只是账户上多几个零。大宝，干嘛？当初开公司，你借了我10000块钱，这是10万，你的。干啥呀，哥？我干活已经拿工资了，不能要钱了。 说让你拿着就拿着，快点拿着！不好意思，赶紧拿着。这我就喝了啊，谢谢哥。哥们，哎哎哥，这是8万，拿回去孝敬老妈。哥，我借你那钱你都还我了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你借我的钱我都记在账上了啊，都是股份，拿着孝敬老妈，听好了吗？喝酒喝酒，我干了我干了。最后老潘强子，你们俩，1人5万。 啊，来，都拿着，拿好了啊。浪，你喝多了，我们俩又没借给你钱啊。说什么呢？你们俩出的是力呀、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扛设备搭台子抬棺材，你们什么没干过？我说过，只要有我白捞一口饭吃，就得大家分着吃。现在既然挣钱了，就得大家分啊。老潘，拿着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要，拿着，不要。 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！哎，干嘛干嘛？老潘，哎，你干啥呀？怎么想散伙呀？我也不会说啥，都在酒里。 行行行，少喝点少喝点啊！钱都拿好了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这些钱谁都不许给我乱花，只能花在刀刃上，拿回去孝敬爸妈，给媳妇儿给孩子啊，不能乱花。要是让我知道谁乱花钱，我跟你们没完！哎，绝对不能，保证不能。喝酒喝酒，干了啊！干了干了干了！都别跟我说话啊！安哥，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了？接下来啊。 我就要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老黄。先还老黄啊，老黄是我的合伙人，我们俩开这个公司不容易。当年我白浪一个人，没人没钱，无亲无故来到渭海，没人信我，谁信我呀？是不是啊，黄金？老黄把他娶媳妇的钱都拿出来给我办公司，到现在你看看还光棍一个呢。说这干啥？ 那时候，所有人都笑话老黄，都说老黄没出息，老黄被那小子给骗了，说跟个外地小崽子在外面混。但是老黄一个字都没说过，一句怨言都没有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发誓，老黄，我要挣1块钱，5毛钱都是你的。哎，那2毛5是我的，一到点就插话呢。来，老黄，我谢谢你。 来，哎哎哎哎，好好好，哥，完了，兄弟，接下来是不是到我了呀？哎，行行，说你好好的啊，亲一个怎么样？亲一个，我难为一下，来，浪子亲一个，难为什么？不难为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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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浪给我出来！ 谁呀？瞒着我！不急，又在那儿。快走，快吹水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说吧，为什么要让威廉拿100万买你的公司？那100万是威廉自己坚持的，我也没想过要卖这么贵。你还想骗我吗？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？先是骗我二大爷的船。
然后骗我加入你的公司，现在又骗威廉花100万买你的公司，我就想问问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至于你这么处心积虑的来害我，我没有想过要害你。浪哥，你就是我亲大哥，我妈说了，让我这辈子都跟着你，我哪儿我也不去。我三毛没文化，但是我知道谁对我好，浪哥就是天底下第一大好人，以后浪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老白，我闺女的命是你救的，这些年你一直接济我，我替全家谢谢你。你就是我闺女的干爹，她要是不认我都不答应。谁都别跟我抢白浪，我一个保安能当上经理，没白浪能有我今天吗？他吃了那么多苦，就为了让兄弟们享福。浪哥，我佩服你。白浪这辈子我非你不嫁，你赶紧向我求婚。白浪，你说这事我怎么办啊？怎么办怎么办呀？你倒是说话呀。哎呀，你别激动，你就踏踏实实的跟着威廉搞你的音乐不挺好的吗？我怎么听你说话这态度还有点高兴的意思呢？那你可完全误会我了，我可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啊。那你倒是帮我想想办法呀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看啊，现在有一个音乐公司要签你培养你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多少人挤破了脑袋跑到北京就为了签个好公司把自己给捧出名，你看你啊，不用背井离乡，就有一个公司追着要签你，就烧高香吗你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威廉这小伙子确实是挺喜欢你的啊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他，但是将来有一天如果你们在工作中日久生情的话，我也不反对。你胡说什么什么日久生情，能不能正经点？我都快疯了啊！我怎么不正经了啊？人家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好好吹你的唢呐，搞你的音乐不行啊？怎么没关系？100万，他花了100万，我现在不签给他都不行了。你赶紧给我打住啊！这100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可别往自己身上揽。之前揽那10万块钱也就算了，人家威廉之所以这么做，那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、想明白、搞清楚了的。早啊！我激动的一夜没睡好觉。哎，咖啡，给你。我要很认真的跟你谈谈公司的事情。好啊，我也正想跟你谈呢。你能不能撤回股权转让协议 ？What？ 我们俩都是被白浪给骗了，
他先是用分红骗我入股，然后又骗你买下所有的股份。你可以告他敲诈，然后把钱全又要回来。这么说，你签的那个股权协议是假的？那个不是假的。那他卖给我那股份是假的？那个也不是假的。那小城故事多这家公司现在就俩股东，你和我，不是吗？从法律上讲是，那不就没问题了吗？可是这家公司不值100万啊！穆迪，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自己的价值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凭借我多年的创业经验，这100万是我从小到大花的最值的一笔钱。我非常坦诚地跟你说，威廉。我不想跟你做公司，我更不想跟你一起做什么流行音乐。我是要当唢呐演奏家的，我是要去国家院团的，我是要回北京的。你这么做不是逼我签给你吗？你想进国家院团就进呗，我不拦着你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不妨碍你。我就是想跟你一起做音乐，真的。我怎么跟你说不通呢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白浪欠我的钱，赶紧还我啊！我要回北京。我，哎，那你说，穆迪万一要是急眼了，不管不顾，让我把欠款都还了，立马就要回北京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这样，那个你就说你因为买公司被你爸妈从家里边赶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全家人都气疯了，完了还说你被骗了，你为了凑100万还管哥们借了40万呢，你现在不但没钱还给他，还欠了人家一屁股债，你做戏就得做全套。你这样，你现在就从家里头收拾两个大行李箱，明天一早你就假装搬公司住去，然后浪那个里屋还有一个小房间，正好能摆下一张小床。行，听你的。我没钱了。100万，你说给就给了，几万块钱你拿不出来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其实啊，我银行卡里只有60万，为了买这家公司，我问我哥们借了40万。我父母知道我买了一家做过殡葬的公司，就彻底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，车都没收了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住都只能住公司了。你看那俩箱子在那摆着呢。你记住啊，重点就是卖惨，卖惨，还是卖惨，然后你再上升到音乐的层面，然后就升华，升华，再升华。所以，穆迪，你可千万不能丢下我独自上北京去。我为了你的音乐梦想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咱必须要把这家公司做好，把音乐做好。只有这样，我父母才能原谅我，理解我。我可得好好挣钱啊，得还你，还得还我的哥们儿呢。怎么就成了我的音乐梦想了？咱俩的。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是我做的有点过分。说的有点过分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啊，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，你能不能跟威廉解除合同？我求你了，你听我说话了吗？
我说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，你别再坑威廉了。我是不答应了。欢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心情不好，出来吃点东西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实在是太堵了，哎，真是饿死了。你又怎么了，我的蛋小姐？咱俩都这么久没见了，你是不是跟那个白浪忙着挣钱呢？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人啊，就别让我跟你急。他就是个小人，骗子，混蛋。哎呦，你前几天不是还水深火热的说要共同创业吗？怎么了？才几天呀、就闹掰了？我跟你说，你都想不到他干出什么缺德事儿来。嗯，他先是骗我成为他们公司的股东，说是用公司分红合法的还我钱。然后呢，又背着我去骗威廉，把剩下所有的股份都卖给威廉了。什么？那威廉同意了吗？何止是同意啊！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中了哪门子的邪了，非要买那些股份，还给了白狼100万。多少？100万？对呀，100万，不是个小数目吧？我真的我都跪求他们两个了，一个不愿意还，一个不愿意退。你说我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跟外面开了个公司呢？
威廉对你可真舍得呀。这不是舍不舍得，他说我有投资价值，但是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呀。他喜欢的音乐我不喜欢，而且我要回北京的呀。你说现在弄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什么时候能处理完啊？我处理不完，我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啊？其实我觉得你没必要管这100万，你又不欠他们的，你该回你北京回你北京呗，公司你管他干嘛呢？反正威廉有钱，赔点钱也没啥事。哎，我也想啊，但我干不出这种事来。威廉他妈知道他买了一个做过殡葬的公司，气疯了，把他赶出家门了。威廉呢，还跟他同学借了40万块钱的债。你说我现在要是不管他，他是不是真的歇菜？你这么说，感觉你还挺心疼他的哈。我不是心疼，那你觉得我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吗？我现在就是求老天爷啊，能保佑这个死白狼，良心发现一回，回心转意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正好来看看你。哦，哎，你看看，还行吧？吃饭了吗？啊，刚点上。来，你坐，坐。你这肚子都跑出来和弦了，先吃点吧，垫垫肚子。不用不用，餐一会儿就到了。吃吧，身体才是本钱。行，谢谢啊。再没钱，饭也得吃，身体垮了可就不是钱的事儿了。钱是买个股份就花了100万，你妈给你创业的钱快被花完了吧？你也觉得这100万不值啊？从短期来看，这100万确实不太值。但从长期来看，吃点小亏，买点教训，还是很值得的。你们都不理解我。艺术和钱从来都不是等价的，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能用钱去衡量的。所以，我觉得你很勇敢，起码比我强。你敢出这100万，就说明你对自己的音乐以及对穆迪的未来都非常有信心。嗯，那既然有这个自信，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呗。那接下来咱们就得收拾东西了。你看咱们那公司不大点，那东西不少，咱们是不是得找个搬家公司？行，该找找吧。公司都是人家的了，赶紧给人腾地方。那以后咱们去哪儿办公啊？没想好。这回咱们可得找个好地儿，找一个那种写字楼，看起来就特别气派，还有那个门脸儿、logo 什么的都得，啊，要不卖不上价。其实我觉得以前咱们那个楼就挺好，要不咱们在那个3楼再看看，有没有大点儿的，咱们弄一个300平。我觉得那个楼其实挺旺咱们的。你不怕穆迪看见咱们心烦啊？他看着我心烦，我看着他还心烦，那不是心烦不心烦的事儿。关键以后咱们做活动还得用他，咱们还得指着他给咱们赚钱呢。这回估计是真没戏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见他。哎，没那么严重，那回头我再在那儿转悠转悠，碰见他的时候我跟他嬉皮笑脸的再说点好话，他兴许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你也别往心里去。穆迪，穆迪，啊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第三小节空半拍，你怎么没改啊？哦，
我回头改。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怎么了？平时那股洒脱劲儿呢？我就是静不下来，脑子里老想着赶紧把钱赚回来。我也跟自己说别老这么想，可是这个念头老是自己钻进我脑子里，我控制不了。穆迪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这些钱是我自愿花的，你不要有太大压力。我希望你把事情想得简单一点，咱俩成立公司，你照样可以去国家乐团。我父母那儿你也别担心，回头我去求求他们，他们会原谅我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想欠你的。你不欠我的，我要的也不是报答，是咱们一块创业，一起做音乐。能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吗？要不今天先这样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走了。这是我按照昨天的方向做的小样，你先听听，有什么想法咱们下午两点公司见面说，我先睡会儿。谢谢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鞋子趴着了，钱干什么呀？这是，哎呀，我就问你舒不舒服吧？当然舒服，那这牌子好，还能不舒服？我要说是你们家老二买的，是不是该更舒服了？哟，小迪买的？今天不是你们俩结婚纪念日吗？想着给你们俩买。你说咱们两个都忘了。哦，衣服不是我买的，是我姐买的，是吧？哎呀，老伴儿。嗯，常说这个女儿好，女儿好，女儿是爸妈的贴身小棉袄啊！你这话一点都没错。来吧，哎，再把这个给带来。哎，哎呀，你们看，有没有当年那个老华侨的意思呀？
高兴高兴高兴，好消息呗。哎，我们银行的业务任务全完成了，我的季度奖保住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好事啊！行，我就抄，对对对，我就抄两个菜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爸爸爸，我也有个事要宣布一下。嗯，我已经决定了要跟威廉成立一个公司。是吗？做公司？嗯，在咱们小城吗？做什么呢？我们两个主要就是制作音乐，然后推广发行。哦，具体的业务呢？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也不太懂。反正这个公司呢，就是做关于音乐的业务，啊，然后我们收购了一家现成的公司，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好，好，只要在咱们小城就好。你说这威廉，这么舍得给你下血本，这是真爱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就下血本？哎呀，这什么血本不血本？看你吗？咱小条是那样的人吗？用钱买来的那叫真爱吗？爸，你这么说也不对啊。爸妈，你们两个都想歪了。我跟威廉是单纯的、特别纯洁的朋友关系，现在呢是合作伙伴。以后不要瞎想了啊。行行行行，你放心，爸妈懂。对，我们家蝶儿啊，那眼光就是高。对，得好好的考验考验这些小子，对吧？妈，你老是想歪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我呀，反正是觉得比那小警察要好。哎，你这小哥怎么样？我就喜欢那小伙子。咱俩可有点没完没了了呀。哎呀，姐儿啊，爸跟你说啊，不管你将来跟这个威廉也好，还是小丁也好，爸妈就希望你在咱们这个小城踏踏实实干你的事业，你爸你妈就高兴了。我们年龄都大了，真希望你们俩就留在爸妈的身边，就这么一个要求。对。可是我们这公司虽然注册在威海，业务不一定在威海做的，而且前段时间我给北京的各大院团发了视频，要是一旦有回复的话，我还是要回北京的，你们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回北京啊？行不？我们一说你就嫌我们烦，行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呀，别说他嫌烦，我听了都烦。你说气氛好好的，你非搞那么伤感。对，两件好事落一块儿，我去炒两个菜啊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啊。哎，我去搭把手，来把它给我装起来啊。啥呀？你就不能顺着他俩的话说，哄哄不行啊？啊！我不想骗他们俩呀，就我想让他们俩有个心理准备。等将来哪天我们都不在人身边，我看你哄不哄。呸呸呸！你赶紧摸木头，摸了。你们要不在我身边，那我不活了。那个，丁毅、威廉，还有那个什么浪，没了他们，你活不活了？姐。这事儿哈，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，男人在我这儿可有可无。你干嘛这个眼神啊？我说的可是实话，我跟你可不一样。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我也可有可无。你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我就喜欢你姐夫，我粘人，我承认。真是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撵我姐夫，我这是经历过了，不想再看了。梦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穆迪和威廉做的新作品放到了公司的自媒体上，石沉大海，毫无反应。好像网友并不喜欢他们的创意音乐。穆迪和威廉迷茫了。为什么呀？这关注量也太少了。哎呀，这才上传多长时间啊？你别着急，再等等呗。你上次婚礼上那视频，俩小时，阅读量就破百万了，这差的也太多了。要不我买点粉，做点营销啥的。哎呦，买的粉能有多少传播量啊？这东西还要靠实力。可是我真觉得这两首歌挺好听的。
那可能就是现在大众还没有接受我们这个组合呗，给他们点时间，总是要适应一下吧。我都已经尽最大努力迎合大众的审美了，这几天一分钱都没进账，后面咋办啊？喂，请问白总在吗？啊，您是？我是来做孩子百日宴的，我定金都交了。白总呢？不是拿钱跑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出去办事儿去了。您坐，您先坐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你说这么多天也不联系我们，这日子都快到了，你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您是已经交了定金了是吗？我这儿有收据，啊，交了3000。这些是交过定金的客户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们公司是带着生意转给你们的，这里边至少有几万块钱的业务。我跟你说，你占了大便宜了，偷着乐吧。我这一家音乐公司，要这些也没用啊。要不我把钱退给他们吧？哎，哎，这到手的钱还给人家退回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个钱不挣白不挣，你就是做音乐的，你也得推广吧。也行，那我就收下了，谢谢你们。你什么意思呀？难道你们忘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稍等啊，我会看一下。张启国，查到你们合同了。先生，您喝茶。嗯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想认账了呢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一定要做的让您满意。先生，您先稍坐一下，我有事儿跟他说。啊，那您稍等一下啊。去。妈，你把定金还给人家，咱们哪会做百日宴？合同都签了，你没法不干啊。那你就把这个活推给白浪啊，反正合同不是他签的。之前我跟大家都说好了，公司剩下的业务归咱们管。咱们不是做音乐的公司吗？是啊，这不正好吗？咱们的音乐也需要推广，连着活动一块做，肯定吸引观众。活动这块儿，把白浪找回来。让他管，你干嘛非要把他找回来呀？没他，咱也不知道流程啊。谁说不知道？我跟了他们活动，跟了好几次呢，大概也都清楚了。实在不行就上网查呗。没事，这个交给我吧，就这点东西嘛，我一学就会。我来。扔水里。然后就是还想跟您问一下，您将来比如说希望自己孩子有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？哎呦我天，这考虑太早了，考虑太早。我们是女孩，就温馨一点，浪漫一点，浪漫一点，小公主的那种感觉，小公主那种感觉。那她现在平时会说会叫妈妈？哎，真的。这场百日宴呢，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做成这种中国风，因为我们用的这个乐器啊，用这3/4曲的这个乐器啊是唢呐。然后整个配色呢，我觉得也是中国红吧，中国红。不要红色，不要红色，那要什么颜色？黄色，要黄色，反正就一定是要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元素要多一点啊，动作快，姿势帅，好不好？给我退钱！别别别，你有什么意见呢？你跟我们说，咱们协商一下。不是还协商什么呀？你们到现场看看，再看这单儿。桌牌不对，菜品都不明白。你看，这接亲友的车安排谁坐哪辆都不知道。
你们会不会啊？再给我们点时间，肯定没问题。甭废话，退钱，要不然我上消协去告你。退什么钱啊？你这价位，我们已经是赔本做了，还免费送你一场演出，3首曲子呢。你知不知道平时我们的出场费多少啊？谁让你们演了？我们家这么大事儿，你们先把人整明白了，演什么出啊？玩意儿！你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你个小崽子，你装什么？别别别！你说谁小崽子呢？你要干嘛？你有本事退钱啊！哎呀，好了，这钱我们退。但是您别着急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马上把钱转给您，好吧？抓紧时间啊！哎，不好意思。事儿吗？这不是？臭流氓！哎呀，也确实咱们没做好嘛。饭店车队的定金都交了，咋办啊？我曾在黑夜感受迷惘的风，却有一束光填补心底空洞。过去和未来有你陪伴的时钟，未知旅途回应你而从容。也许这一路很长，我们一起走了多久，我的愿望很渺小，只想带给你笑容。也许这世界很大，我有幸能和你相逢，你是我身后最温暖的港口。